消防局八号空拍画面拍下，到处都被沙石覆盖，怪手挺进，把握每分每秒，在沙卡当持续寻找失联者。但隔了一天，九号天后不佳，因为今天的早上六点多又有一个余震蛮强烈的，然后还有那个昨天到今天的山区应该有强降雨。我们今天一早有先请同仁去飞空拍，然后去确认里面的地形地貌有没有改变，恐怕搜救进度受到影响。目前0.4公里处的组别水路遇到卡住状况，持续克服。搜救热区0.85K 封闭区出现明显异味，后来确认是死机。至于出面提供新国夫妻线索的导游提到，五间屋前500公尺的山苏园特搜也会纳入参考。其实那边都搜索过了，我们已经再重复了，就是怕如果深埋的话就会比较麻烦。毕竟每个线索对搜救来说都很重要，还有居民特地从三间屋徒步2小时来到指挥所报案。他说，那时候大水管也给我们倒，但是人在那不晓得被埋。所以下雨以后才闻到的，味道都出来了，它是闷嘛。希望能够帮忙特搜队。另外一个各界持续关注的，还有尤家三人到底在哪？在五间屋做生意的老板家人也有看到最后一眼。我小舅子的老婆，我们五间屋里面有两具。那老婆提到那边有看到这个小孩。那老婆提到那边有看到这个小孩，就往那个小坠路那个通风孔那边，我们车子是可以从那边出来。这一家人他确定就是在第一个现在发现的点，认为同一个区域再挖就很有机会找到另外三人，只盼这些蛛丝马迹都能成为寻获失联者的关键。 TVBS 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